你进到这边，我们刚刚是有做一个用这个做，对不对？你用这个也可以用照片也可以哈。你看我把它输出，我就又把它变成 PNG 就好了。那 PNG 之后呢，这个功能在 Office 2010以后都有，包括2010，我们这边刚好是2010，所以有。那么你只要把照片是把它插进来，有没有？像这样插进来，或者你看我们在 Office 那个简报里面，你看我先换一个设计好不好？比如说在这里，你如果这样放这样，干袂看你，没用你对吧？哈，所以呢，你看点到这张图片之后，平常大家都是用一般的这些功能，对不对？但是可不可以请你往眼睛往左边一点？有没有看到一个移除背景？敲门你把有鬼不？反正也管他的，也觉得没什么好用的，有没有？结果学校每年都花很多钱的，因为现在 license 很贵啊。好，你点了之后，有没有发现？我先假设你觉得这样 OK，有没有去掉了？但是另外一边龙不见了，怎么办？没关系，再重新进来，跟他讲，好好跟他沟通一下。哦，你放大一点，跟他沟通一下说，拜托一下，我这里是要的。你看我现在是用绿色的，跟他讲，我这里要，有没有？但是不要太认真哦。老师都叫人家不要太要认真，对不对？我是叫你不要太认真哦。你看哦，哈，你要的部分你就画在里面就好，我有没有画在一条线里面？你不要画到那个线上面哦，因为它拿出来了。然后这里不要，对不对？白白的不要，所以要用什么？是不是用红色的？告诉他这里不要，不要太认真，你不要画在里面，你只要画在里面，不要画到边边哦。好了，保留变更，有没有就去好了？哎呀，结果今天惠生会也没学好，不是威力导也没学好，其他的学得一头拉骨。这样出去之后，怎么告诉人家你是上威力导演的课呢？你不觉得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上会用到的吗？我都只讲生活上会用到的，对吧？我都没有讲很专业的，好，所以好用，对不对？Word 里面也是一样，有没有？插入随便进来之后，在格式这里，安呢？其实为什么你知道大家后来都没有注意到它吗？因为2007以后你就开始讨厌它了。2003跟2007有没有差很多？所以大家都不喜欢，不喜欢之下又只能怎么样？勉强接受啊，所以你能够尽量不看它，又尽量不看它，你都闭着眼睛用，对吧？好，好，所以这里也是一样，有没有一样移除背景？那这个不是只能用在图片上哦，不是只能用在我们这种黑白的。你如果是一般的照片，可不可以用？可以的。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早上有这里有没有这种？你也可以拿来试看看啊。比如说，你看拍的这个插进来，这一张是比较大一点，我把它缩小一下。好，那我就一样，你看它先自动判断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这里用加号的啊，Lady 就不会数这块，有没有好一点？当然，它的去背效果还是不如我们专业的 Photoshop 啊那些软体，可是至少总会让你好看一点吧，对不对？不要说我都永远都是四四方方的。好，那如果你觉得哎可以接受的，你如果万一这个标记错，你可以删掉哦，有没有？它就重来。好，那我按保留。有没有好一点？对不对？至少你不会看到一些就是比较差的那些东西嘛。哦，总是精益求精，虽然还没有达到最好，至少比原来好。哎，所以这个你可以参考。哎，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，这边用完了，如果你要拿到威力导演或者是别的软体面怎么办？你总不好意思跟他讲 Word 我直接插进来吧，这样会很抱歉哦。所以，请你在上面按右键，有没有另存成图片？这样你就自由了，因为你就不用依赖 Office 啦，对不对？它就是一片图，它就是图档而已啊。但是呢，请你存成哪一种 PNG？记得，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以后会用到 PNG 格式越来越有机会。哦，不管是网络上看到的还是什么哦，那你看我把它放进去，来，那这个也是一样，按右键。另存成图片，好，我就放到桌面上。记得还是用 PNG。好的，现在我进威力导演，我们来看一下。你看，虽然我绕很远，但是我都有回来哦。好，来，你来这边看一下灰度。
哎，你要汇入那个图档，你还是要回到这里来，就是媒体工坊，有没有？哦，好，所以我从这边把我们图片把它叫进来，桌面上，一二三，还有这个龙，这样没错吧？好，叫进来，你来看看里面有没有？好，你看这个，我先拉过来一点，好、哦，拉来这边，哎，哎，好像少一个，来，这个我先，你丢到第二个哦，好吧？你丢到第二个哈。哦看一下，有没有看到龙在这里？有了哈，你可不可以自由移动？可以，可不可以缩放？有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你要写在白板上呢？啊？怎么有人出这种题？还可以写在白板上？因为我们刚刚看到的白色的点是八个点，大家这样是不是控制大小？你有没有看到？其实还有四个蓝色的点。这个是给你做所谓的什么变形用的，在这里。这样有没有比较接近在上面的？这样了解好，虽然我没有混色模式啊，因为它不是 Photoshop， 但是呢，你可以稍微做影像或我们的所谓的什么，就是那个视讯的变形。假设你有需要的话，好，就它就会有一点就是透视角的感觉，这样 OK 吗？哎，那刚刚另外那个，我应该就不用再叫进来了吧？这样你会的哈，有点感觉的，来还给你喽。